哎呀，不要喝咖啡了，我看这边甜点好像还不错。啊，你饿吗？不要买，买了个甜点。啊，走吧。那从这儿走。哎呦天哪！刚才我为什么有些心慌？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相信吗？在最不可能相遇的时候，我们相遇了。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。就算我不是李慧珍，我们没有那些回忆，我也一样可以了解你。慧珍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现在千万别告诉我，我找错人了。